你想用怎样的方式迎接崭新的一年呢？2015年1月1号晚上6点15分，台北故宫跟高雄卫武营户外将会同步转播2015年维也纳新年音乐会哦。每年音乐会都有超过50个国家转播，估计有1000万人同步欣赏。先带大家听一段非常经典的音乐会片段。维也纳新年音乐会已经有半个世纪的传统了，从1939年到现在，只有一年因为战争而暂停。今年将由祖宾梅塔指挥演出史特劳斯家族的曲目，包括华尔兹与波卡舞曲，还有5首从来没有在新年音乐会中演出的曲目。除了台北故宫有现场同步转播，大提琴家张正杰也会在高雄卫武营现场跟大家一起用音乐迎接2015年。